家好，我是本次缅甸语老师南丁丁旭。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日常使用词汇表达反义词，这个对我们学习也是有帮助的哦，请大家注意看看。三千拍是个楼面，三千拍是个楼面，三千拍就是反义相反，是个楼就是词汇，三千拍是个楼面。大小基底，基底大小爹地，爹地或者爱地，爱地这个爱地就是用在人上啊，小小的妹妹啊，你妈里个爱爱地，不能说爹爹里哦，要说爱的。那衣服啦东西我们就说爹地，人我们要说爱地。基地爹地或者基多爹多，这边加基比，这边加爹爹，这边就是树，这边就是树叶，基的基的就是大，爹的就是小，这里不能用爱的哦，爹爹就是要说爹的。爹爹嘎鸡皮，爹爹嘎爹爹。树很大，树叶很小，鸡的大，爹的小。真罗嘎阿古特，嫩嫩爱的。真罗嘎阿古特，嫩嫩爱的。我比哥哥小两岁，这里爱的哦，爱的小，嫩嫩就是两岁，我比哥哥小两岁，真哦，阿姑太嫩嫩爱的。感谢嘛，可有困难对阿娘子呗？感谢嘛，可有困难对阿娘子呗？感谢就是海边。可有困就是贝壳，可有困哩哦，这里小就是哩啊，小小的意思就是哩。名字呗很多，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小，可以说爹地、爱地，也可以说哩。如果说东西，我们可以说哩哦，小的一个哩哦，一堆哩，小袋子。感谢嘛，可有困哩对。名字呗，海边有很多小贝壳，长短，细多细多，长短，多多多多，都开灯噶，真老太细的，都开灯噶，真老太细的。开的铅笔，写的长，他铅笔比我的长，都开的噶，真的太写的。上顿噶，内打肚皮，压打写的。上顿噶，内打肚皮，压打写的。桑顿就是冬天，内打肚的白天短，夜打细的夜晚长。冬天夜晚长，白天短。桑顿噶内打肚皮，夜打细的。肚脐肋也面大。一千度一段，一路对一面子路低的，都吃了一碗面啦。一千度一段，一路对一面子路低的，吃了就是手脚一碗面啦，很快。都吃了一碗面啦，
他手脚很快，一千度一段短短时间内，哦，短时间内，一路对一面级别的可以做很多事，一路就是工作事情，一面级很多路别的做好可以完成很多事情很多工作，都起来一眼面的，一千度一段一路对一面级别的。阿弥阿吉露鼻的做完，高低或者矮，面多面多高，低嫩多嫩多矮，不多不多，面多不多。姐姐比妹妹高，妈妈嘎你妈离太一夜洗的，妈妈嘎你妈离太一夜洗的，姐姐比妹妹高一夜洗的，就是高的意思。妹妹没有姐姐高，你妈离嘎妈妈老一夜门面部。你妈离家，妈妈老，一夜没面部。妹妹没有姐姐高，没面部就是没有高。都一夜个不离，都一夜个不离，他个子矮矮的。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夜的面也麻，嫩也多，细心的。夜的面也麻，嫩也多，细心的。面就是高，面也麻高处，嫩也多，往低处，细心的流。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夜的。也就是水，也的面也麻，嫩也多，细心的。这条路高低不平，高低一内一面，地两个一内一面没逆步，地两个一内一面没逆步。地两就是这条路，一内内就是低，一面就是高，没逆步。不平，河道个一面几百，河道个一面几百，那座山好高呀！道就是山，一面几百，很高的意思。河道个一面几百，宽窄，窄多，窄多宽。尖多尖多，或者接多接多窄、哦、如果说衣服窄一点了小一点，可以说接的英语接的尖的。如果说路很小很窄，可以说尖的宽窄，接多尖多，这个就是尖的啊。这个镜子框稍微小了一点，地面包个嫩嫩尖的，地面包个嫩嫩尖的，嫩嫩尖的，稍微小了一点，窄了一点啊，尖的。面包，面包就是镜子框。那么宽的衣服我怎么穿？地老姐的英语怎么不如问问呢？地老姐的英语怎么不如问问呢？姐的就是宽，地老姐的英语这么宽的衣服怎么不如问问呢？我怎么穿？英语问的就是穿衣服。住这里不会很窄吗？地马尼亚达没接铺啦，
你妈你呀的没接不啦，住这里不会很窄吗？大声小声，阿姐阿姐阿等姐的就是大声小声，阿多阿多就是阿等多的就是小声哦，大声阿等姐的，小声阿等多的。十家姐姐没表呀，十家姐姐没表呀，不可以大声说话，也是请勿喧哗。十家姐姐没表呀，开面十家表达多隆隆，刚刚没加呀不。开面十家表达多隆隆，刚刚没加呀不。你说话太小声了，听不清楚。斯卡表达多隆的，说话很小声，刚刚没加呀不，没有好好听到，就是听不清楚，没加呀不，没有听到。开面斯卡表达多隆了，刚刚没加呀不，你说话太小声了，听不清楚。斯卡多多表吧，斯卡多多表吧。杜苗古阿闹阿些匹马苏路，杜苗古阿闹阿些匹马苏路，说话小声点，大家都多表吧，说话小声一点。杜苗古阿闹阿些匹马苏路，怕打扰到别人，打扰阿闹阿些别的，阿闹阿些匹的，杜苗就是别人。啊，老师为什么说到这边大声小声呢？因为大就是鸡的，小就是矮的。那用中文来说，有些中国人说缅甸话说小声一点，他们说阿丹嘚嘚嘞，嘚就是小嘛，那他们直接翻成阿丹嘚嘚嘞就不对了，要说阿丹嘟嘟嘞，嘚的小，那个是用在物品上或者用在人上啊。就是嘟的嘚的声音的话要说阿丹嘟的啊。还有斯卡姐姐没表呀，不能大声说话，大就是鸡的哦，我们说大就是鸡的。那中国人说缅甸话怎么说呢？斯卡鸡鸡没表呀，就不一样了啊、哦、不要说大话，就是斯卡鸡表的。那你想表达的就是要大声，大声要说斯卡姐姐或者阿丹姐姐，不能说阿丹姐姐，那个意思都不一样了、哦、那再说斯卡姐姐就是大声表达说话，不能说斯卡姐姐表达，不能这样说。还有小声阿丹嘟嘟哩，不能说阿丹嘟嘟哩、哦、就是意思都不一样了啊。希望各位同学们不要出错。好坏高的高的好坏粗的粗的高的粗的。第一时间真的都时间刚松呗。第一时间，真的都是一个高松呗。这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东西，高松最好的，一时东西。这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东西，第一时间，真的都是一个高松呗。都路什么好不？都鲁苏姆后古，鲁苏就是坏人、哦、这里的苏就是坏的意思啊。姆后古不是。古鲁的给萨阿高阿苏嘎古地松呗。古鲁的给萨阿高阿苏嘎古地松呗。自己做的事好与坏自己最清楚。
不漏的给啥就是自己做的事，啊高就是好，啊疏坏，故啊地中为自己最知道最清楚，啊地中最知道最了解。厚薄，厚啊土啊土，薄啊巴啊巴，啊土啊巴。真的是我对他他的啊土鸡呗，真的是我对他他的啊土鸡呗。我把书本叠得很厚，啊土鸡很厚，是我对他他的，把书本叠得啊土鸡呗很厚，真的是我对他他的啊土鸡呗。ဒီနေ့ຢາດີອູດຸໄຕມະເອບູດີနေ့ຢາດີອູດຸໄຕມະເອບູແນ່ນແນ່ປາດາວິຍິນຢາບີແນ່ນແນ່ປາດາວິຍິນຢາບີປາເດຈືປາວຈິນທຽນທຽນຊີບໍ່ຊິຫັນລົງດີနေ့ຢາດີອູດຸໄຕມະເອບູຊ້ານປາວອີດຽນເດຄອຍລະแน่แน่ป้าตาวิญญาณยาบีแน่แน่ป้าตา就是薄一点的ตูสีทาเดพนักกะอัตถุจีเบตูสีทาเดพนักกะอัตถุจีเบ他穿的鞋子好厚了อัตถุจี厚好厚的意思他穿的鞋子ตูสีเดพนัก啊，土鸡呗，很厚。多少？啊咩？啊咩？多少？啊呢？啊呢？啊咩？啊呢？啊咩？鸡没得呢，奶奶数鸭皮。အများကြီးမတဲနဲ့နည်းနည်းဆိုရပြီဘူးရောက်တိုက်ဟန်တော့အများကြီးမတဲနဲ့一点就可以了နည်းနည်းဆိုရပြီနည်းနည်းဆိုရပြီရပြီ是可以了ကျွန်တော်ခဲတန်ကညီလေးထက်များတဲ့ကျွန်တော်ခဲတန်ကညီလေးထက်များတဲ့我铅笔比弟弟的多，你勒太棉的比弟弟的多。开的铅笔，都他们啥的奶奶勒呗，都他们啥的奶奶勒呗，他吃一点点饭而已。他们啥的吃饭，奶奶勒呗一点点。亮啊亮啊亮亮暗啊毛啊毛啊亮啊毛摩林比摩林比天亮了亮就是亮沙丁看个毛你大呗沙丁看个毛你大呗教室里好暗了，忙的就是暗。沙丁看教室，天黑了回家吧。母忙的恩边加速，母忙的恩边加速。天黑了，母忙的回家吧。恩边加速，家就是恩。冷、凉或者热，一多。一多冷啊，一多凉，千多千多冷热，不多不多或者爱多爱多哦、啊，天气热就是压力温度不的或者压力温度爱的，一多啊。
如果说天气的话，我们要说千多一多。如果我们饮料，不能说千的，只能说一的。咖啡热不的 ，coffee 不的，不能说 coffee 爱的就不对了，不能说爱咖啡。天气可以说爱，也可以说不的或者爱的。咖啡饮食方面，我们只能说不的。饮食方面，我们只能说 A 的或者不的，不能说亲的或者爱的就不对了啊。今天天气很热。ဒီနေ့ရာသီဥတုအရန်ပူတာပဲဒီနေ့ရာသီဥတုအရန်ပူတာပဲ今天天气很热热就是ပူတယ်ဒီနေ့ရာသီဥတုအရန်အိုက်တာပဲဒီနေ့ရာသီဥတုအရန်အိုက်တာပဲသက်ပြန်အိုက်တယ်就是热今天天气很热给我一杯凉凉的柠檬汁这那个单比亚也 AA 里的快杯吧这那个单比亚也 AA 里的快杯吧单比亚也柠檬汁 AA 里就是凉凉的冰冰的快杯吧给我一杯给我一杯凉凉的柠檬汁这那个单比亚也 AA 里的快杯吧在山邦冬天很冷山地嘛桑敦树一样穿的山地嘛桑敦树一样穿的或者一样 A 的一样 A 的或者一样穿的就是很冷的意思山地就是山邦桑敦冬天在山邦冬天很冷山地嘛桑敦树一样 A 大杯胖肥或者瘦胖就是瓦多瓦多瘦饼多饼多瓦多饼多姐姐没有哥哥胖妈妈嘎哥哥老妈瓦不妈妈嘎哥哥老妈瓦不妈妈姐姐哥哥哥哥妈瓦不没有胖真的我们都嘎冰冰的真的我们都嘎冰冰的我小时候瘦瘦的鸡喇嘛瓦喇的鸡喇嘛瓦喇的长大了才胖起来的鸡喇的就是长大瓦喇的胖起来饼的瘦瓦的胖真的我们都嘎饼饼的鸡喇嘛瓦喇的我小时候瘦瘦的长大了才胖起来胖与瘦是不重要的瓦的饼的也也没几步瓦的饼的也也没几步哦、胖与瘦不重要阿爷没记住肩马铺嘎阿爷记得只要身体健康才重要肩马铺嘎阿爷记得身体健康肩马的阿爷记得就是重要瓦打本的阿爷没记住肩马铺嘎阿爷记得快慢အမြန်အမြန်ခွိုက်မန်အနေအနေအမြန်အနေ時間過得真快အချိန်ကုန်တာတိတ်မြန်တာပဲအချိန်ကုန်တာတိတ်မြန်တာပဲအချိန်就是時間過得拱的背面的呗很快真快贴片笑一切米得的贴片笑一切米得的慢慢走还来得及贴
撇撇笑，慢慢走，还来得及，而且米得的。他工作得很慢，都一路路的，一眼累的呗。都一路路的，一眼累的呗。他工作得很慢，累的就是慢，很慢，一眼累的，一路路的工作。远，近。Away, away, 远近 a knee, a knee, away, a knee. Who a knee and now my Lucy la? Who a knee and now my Lucy la? Na Fujin, your grandma? A knee and now Fujin, a knee just a jin. Lucy la, your grandma?怎么面试个阿威刚刚没面呀不？怎么面试个阿威刚刚没面呀不？怎么面试我的眼睛阿威刚刚没面呀不？不能看远处，不能看啊，看不见远远的地方，就是看不见远远的地方，阿威刚刚没面呀不？他们阿威几个大大刚刚爱看亚马宝贝。他们阿威几个大大刚刚爱看亚马宝贝。你这么老远来的，他们阿威几个你来了，你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的，刚刚爱看亚马宝贝，要好好接待你。好，爱看呢就是接待，好好就是刚刚。他们阿威几个大大，你这么老远来，刚刚爱看亚马宝贝，要好好接待你。去，来，大的，大的，或者拉的，啊，拉的，来，去，大的，来，拉的，大的，去，来，拉的。怎么都读到一个本能那一段么嘞？怎么都读到一个本能那一段么嘞？我们几点去他家？本能那一几点段么嘞？要去啊？怎么都读到一个本能那一段么嘞？我们几点去他家？哎，就是家。毛毛白到哪么嘞？毛毛白到哪么嘞？毛毛什么时候来？来哪的？什么时候白到？都都那样，阿端阿拉么西到不停的。都都那样，阿端阿拉么西到不停的。他们俩好像没有来往了。阿端阿拉来往。好像挺的，都都那样，他们俩都都那样，阿多阿拉姆西都不露挺的，没有来往，阿多阿拉姆西不。好，今天我们上课上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阿龙哥结束点吧的，下一堂课见，再见。